练这个东西要、哦、因为兵器很重要，练这个东西你用枪看看，你用枪用这个跟用这个之间有什么差别？不是比较短吗？你说呢？啊？不是了，我说练的人。你用剑练这个东西，神马上就上去了，神马上就啪，这样子。练棍子比较没有那么快，这就是剑。你们试试看，用剑练跟用枪练、用棍子练不是一样的，不是一样的，你们试试看。